六月四千关注民生，观众朋友们就好，欢迎收看今日时线。今日是一月二号，农历十一月十九。因山线铁路建设的需要，将对市区金沙东路甲黄厝尾改交增行时间。一月六号到十四号，将对金沙东路金台立交桥、东营桥至南山街内侧南北角一条车道实施封闭临时交通管制。一月六号到三月六号，对金沙东路与珠津南路路口实施全封闭临时交通管制。过往车辆请绕行路口西侧道改路。一月六号到三月六号，对珠津南路与珠津二环路路口实施全封闭临时交通管制。过往车辆请绕行路口东西两侧道改路。另外，一月六号到二月八号，对山江路外北路口至东山路口路段将实施半封闭临时交通管制，封闭东侧一条机动车道。可能来看今日的掌握。从今明早，莲湖区新海街道十一号艺术村对外开放，经过半年外的精心打造，十一号村华丽转身，告别破旧的空心老厝。满大浓郁的潮汕风味，甲艺术特色，典型度吸睛名作，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往游玩。飘香的每只店，滚烫的稻米花花，可爱的狮头菇，新鲜的农家水果。行走到十一刻艺术村的巷道顶边，一百百虎虎如生的沙地墙画，令游人目不暇接。大家纷纷到画中，摆出各种造型，把快乐的身影融入画中。这本呢，画来可见非常影，非常逼真，有三 D 的感觉。这个可讲呢，伊呢有几撮然后小朋友就去，有几撮教过，然后小朋友会非常喜欢。很多稀奇的画，然后就挺吸引人的，然后拍照也很有趣，感觉这些水果都很新鲜，然后它是有可以摆的姿势啊，是拔萝卜之类的。古年以来，新海街道充分发挥城市当地发展的区域优势，推进乡村振兴示范片建设，将十一号村建设打造成为艺术村。在保护修缮老厝、保留潮汕历史文化记忆的基础上，以一厂一厂艺、一厝一环境为创作思路，在当地多座老厝和巷道的墙体顶边，改制以红色主题教育、农耕文化、潮汕民俗等为主题的三类画，使老厝区形成独特景致，独具特色的庭院也显得十分秀丽静美。走进村民庭院，假山流水，草木生辉，美不胜收。热情好客的主人，端出热气腾腾的功夫底，盛情邀请仰头而来的客人。环境你觉得非常清雅，袂无清点清点啦。了解有当时多有人潮汕。吼，是种下个传统啊，老厝啊特色。随着众多艺术家设计师等新成品的建筑，早日荒废的庭院被开发用于艺术创作、民宿等。老厝随便民宿，村落顿成景点，真正实现家家门前有环境，户户庭院花飘香。因为我是本土人，我是汕头人，这十几年都在国家画院，来到这里感觉挺好的。然后就在这里找了一个地方，然后这边也经常有那个外地的朋友、同学、画家过来交流，我就有了这个点以后，给他们提供一个大家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一个点、一个地方。听一挂，客家通宵的百花巷，独具农家风情的庄稼巷，让游客们尽情感受到一步一景、四季如花的诗情画意。我每条巷子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每一条商品巷，因为里面呢有绿化的，也有的呢是那个种庄稼的，然后我们现在这里呢还有一些就是百花巷，就是种了很多很多种花，然后我们会跟，但是它每一个时季我们都会换一下，就是换上那些实花，让每一个游客不管是什么时候来都可以看到漂亮的花，而且每一次的感觉呢都是不一样的。庭院兴育艺术村，乡村开出第一步花，如今的十一号村已经成为游人如织的梦红村。
艺术家的进驻、游人的交换，有效带动了当地的旅游经济发展。下一步，当地将继续美化乡村环境，打造更多文化元素，吸引更多市民游客前往游览，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接下来我们会鼓励更多的村民来开放庭院，同时呢，我们会借助这个机会呢，来打造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一些庄稼田，能到时候呢可以带动来打造一个田园观光。十里卡村老厝区的管理中心破过了乡村老厝区空地庭院荒废的烂堆，促进了城市与乡村相拥并进，培育并开启了新时代乡村旅游的新篇章。每逢节假日，到各地主要路口和城市的景点，拢能看到一群志愿者的身影。伊人随提交通特殊清理环境卫生，提供旅游服务，用伊人的热情和爱心，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加温暖。今年元旦，小公园街区迎来了八方游客，志愿者们也开始忙碌起来。对，你从这一条一直挂去，然后那个右手边。对，右手边就到了，是吧？对对对，那里有两家，有两家是吧？对，都在一起的是吧？在一起的。好的好的，他们有一间是在前面，一间在后面。一间在前面，一间在后面。对对。好的好的，好，麻烦你啊，谢谢。不客气。接下来游客改到门对街是小公园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麦妙生。2018年，伊个朋友来到小公园游玩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这个街志愿者驿站。热爱工业的伊开始加入到志愿者队伍的行列。到工作之余，伊每周拢会来这个小湖。我们一方面提供旅游服务，另外一方面是协助交警维持秩序。有时候有老人和小孩也是需要我们提供一些帮助。景区是一座城市的天口，游客对景区的印象往往决定着伊人对这座城市的印象。而且也是麦妙生当一名志愿者的初心。特别是那游客，外地游客来这里玩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说那个指路啊，然后他有时候口渴，我们可以送上一杯那爱心凉水那个茶水给他，就把我们汕头这一张名片打得更闪亮，也让他们爱上我们汕头这座美丽的城市。每顿为市民提供特殊服务，每顿游客的门对得到解答，拢让麦妙生甲伊个同事们觉得做这事意义非凡。昨日期间，甲伊朋友个志愿者数不胜数，跟小公园偏区个志愿者每日就多达60-70人。虽然很辛苦，当别人那游客啊跟我们说声谢谢的时候，我们觉得心里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温暖。都会很热情，就是指导路人怎么到他们的地方哦。就给我们汕头的那种形象增加很多分，方便很多外地人就是来我们汕头旅游。感谢他们对我们城市的付出。今日视线由黄老爷酒业独家冠名播出。黄老爷五子衍宗酒，古方传承，本草入躯，真材实料，健康有道，好江好水出好酒。黄老爷酒业，金沙东路新光华庭专卖店诚邀莅临品鉴。爱布兰家具山头新店色彩开业，新店新址新服务，名牌家具齐会足，隆重推出全国居家定制服务。爱布兰家具地址：金沙路108-06，国际商业大厦二栋。嘉庆叶阳桂登白更香白多春，当堂夏草迎新特卖会，年末岁初青春同济。本届迎新特卖会取得圆满成功，活动进入尾声。西藏当堂夏草协会副会长亮下嘉庆叶阳桂登白更香白多春为草人合作社，上面直接带回到山头，每只种藤草就到特卖会现场。多几个山泉、山药香、野生海鲜，天配祝福，恩武尽武。我方认证黄秋蝶镜、黄沙蝶证明，并着保证每滴奔线，黄家每条萝卜50元计，头期要贴当堂夏草，沙蝶蝶镜更数每条89元。
黄芥每克328元，头起特级当堂下草。山地的根根数每克128元，现金要买100克、30克，买50克、30克。活动地址：沙头金海王大酒店一楼大灯左侧，庙庙孔庙宾馆二楼第八。活动热线：400-667-7031。爱布兰格格山头新店，色彩开业，新店新址新服务，名牌家具齐会足，隆重推出全国居家定制服务。爱布兰格格地址：金沙路108号，国际商业大厦二栋。千百年来，老祖宗传下的美味，被汕头渔民牢牢网住。海霸王潮汕饺系列。红干干热行者，秋天的短一杯年代大会，相信对制作师或者网友并不陌生。近日国家银行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2020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制作网络热词入选其中。遐制作网络用语有啥物内涵呢？咱做来了解一下。啊，又迟到！啊，对呀、啊，太阳都快下山了还不来？人家吃什么呢？嘿，皮梅来了，来了，来了。想着今天晚上吃什么？哎呀，不急不急，我这几天不是双12嘛、啊，昨晚刚看了一个带货直播、啊，要不要一起剁手啊？是不是你上次说的那个？他最近不哭穷了吗？说老打工人不配。没有，我男朋友最近给了我秋天第一杯奶茶的钱，可以吗？一起喝一下。好家伙，又凡尔赛。什么凡尔赛？没有，你也可以去找一个男朋友，让他给你秋天第一杯奶茶的钱。OK。离谱啊！啊，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上次你那个什么光滑剃头是不是输了？赔钱。如今后生人的对话，老年人可能听了学讲，因为伊能用了背着网络用语。2020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分别是：热行者、秋天的第一杯年代、大会、红干干、光盘行动、奥利给、好家伙、夺冠、不约而同、集美。其中，大家人对热行者并不陌生，伊能在目前当创立富有生命、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影响精神的内涵。自秋天的第一杯年代，你是指秋天来了，情侣、好友、家人之间以请一只年代之名发红包，表达亲密之情。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个其实开始传播的话，可能大家并不知道它是什么，它其实大家都在用，所以我才去跟着用，就有一种是从众的心理。大会、红干干，拢是到目前期间，叫做网络视频直播时间界。直播这样一种现象在现在会越来越普遍，我们对于一个事件已经不是说事件发生之后我们才去知道这个事情，在事件发生的同时我们也是在跟着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远处正在发生的事情。像就是火神山医院那些就是说在建设的时候其实会觉得说真的很神奇，然后你去看那些就是包括说抖音那些直播，然后就说厉害了我的国那些，其实那个时候是真的会感觉到说会因为自己是中国人而特别骄傲。夺冠之时，你是因为电影夺冠而流惊，背后是秘密付出并拍交对界两败争先，这是中国争先界一个缩影。自光盘行动只是让大家培养职业的习惯，对之渐渐的浪费说不。之前我们学校也有组织就是光盘行动这样的活动，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就同学们吃到光盘的话他会给我们盖一个章，然后会有积分可以换奖品，这样我觉得这种活动就非常有意义。另外奥利给、好家伙、集美这些网络用语香蜜风俗各色齐名，山东表怪了网友会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集美这种其实它是一个姐妹的一个谐音，它会有一种更加的可爱啊，还有一些调侃的意味。好家伙的话觉得如果单去听的话可能有一种就是调侃的语言语气在里面，赞赏调侃的语气在里面吧。奥利给就是其实是表达一种鼓励吧，从语言语气上去分析呢，它会有一种就比加油这种词汇更加的有一种鼓励的一个情绪在里面。据介绍，2020年度十大网络用语是基于国家银行资源监测资料库以低龄信息处理的技术为主，兼顾联合专家意见加消息引擎收录情况的方式划定界。其中，本次发布涉及界网络垄断部分小额，包含约30万个贴，几乎是超过3亿。
你会发现说在这么长短的一场对话里面，其实你可以用到很多很多很多词，所以我觉得这些词其实还蛮贴近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那这个板蓝实际上也能够反映出说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这样一种追求，我们也能看到说人的生活是越来越丰富的，我们能通过各种各样的购物的方式，以及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也会添加很多乐趣。某日姐妹给我发了一个红包，那是秋天的冬季年底，我非常感动，给她做一个团流导光。影片电视的中国两百精神，让人直呼奥利给。孟昌让做的奖行光盘行动，感谢逆行者为人守住了岁月静好。近日，本人麦报道了市区大学路183号楼的下水道堵塞，导致商家铺好的生意受影响，非常苦恼。新闻播出后，引起相关方面的重视。目前排水受阻问题已经解决，商户也能顺心做生意。此外，大学路183号的步道甲非机动车道上拢是积水，山学处定定草皮，有人欢迎水泥刷围做一口，防止污水溢流范围扩大。但商家铺好货，每只拢都编织过经过，实在是无苦难言。七八点弄到水的时候，全部晒热，全部就冻到是什么？行两行狗的，唔敢行到什么过？骑到脚骑空心，无借走西北坡就家对着过，伊都唔敢过，伊都骑过一乌夜就行先超。各相互介绍，这个情况经报道后，相关方面后面就着手进行整改，组织人员甲器械开挖了下水管道落水井。过一后，排水阻塞的问题得以解决。大家能做生意，免使皮草皮。望见安某一个工作人员，也免烦恼过步道的时候，浸泡着草水。今日就路难个处理，那处理将这个100到100流掉后，那段废土一路清清掉，啊，非常感谢，感谢政府。啊，没了这来件又打灯啊，又改件哦，又方便个做生意啊，就只能要留只。啊，感谢大家，非常多谢街道个各位做人个。及时啊，过来处理。较早像宁定生态个小都要做在报道，即处理到个效果非常好。堵塞了管呢，个下水道都给清通了。庆业用具，登白更香，白多春，当堂系草，人生特卖货，年末岁初，青春同在。本届人生特卖货取得圆满成功，活动正式尾声。西藏当堂系草协会副会长，亮下拿庆业用具，登白更香，白多春，为草人合作社，上面直接带货到山头，每只种藤草就到特卖货现场。多几个山泉、山药鲜、野生海鲜，匹配祝福，英武尽武。我方认证，横抽叠镜，横耍叠证明。并着保证每滴放心，横嘅每强950元，头期要贴当堂下草，所跌跌经更数每强89元，横嘅每强328元，头期得贴当堂下草，所跌跌经更数每强128元，现金买100强30强，买50强33强。活动地址：沙头金海王大酒店1楼大灯左侧，中央孔庙宾馆2楼第8。活动热线：400-667-7031。血管年轻，血管年轻，心不老，不老。血管年轻，血管年轻，人不老，不老。血管年轻，血管年轻，心不老，心不老。血管年轻，血管年轻，人不老，不老。喝天草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天草丹参保心茶，对血管好，对心脏好。空气被人们称为是艺术会的拍度，运动员挂上手立，用各种拳法和步法击打对方，可以当是提炼技术和心理的加量。空气运动具粗犷而野性的魅力，却不是单纯的挥拳运动，而是培养强强意志力、无畏体魄、过人打量的这项运动。如今，愈来愈多的人喜欢空气，希望通过空气释放压力，刷新锻炼。今日个动起来，让咱做者来体验一下。
2020年对大家来说都是非常难忘的一年，而动起来也陪伴着大家去感受不同运动的魅力。在2021年新年的第一期，我们选择了拳击这项热血又激情的运动作为开启，是因为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大家能够元气满满，全力出击，热爱运动，拥抱生活。拳击又被称作勇敢者的运动，我们可以看到对抗性非常强，而且非常有力量感。那我们待会呢，就让我们场上的林教练带着我们大家去了解一下拳击这项运动。加量打，空隙其实是一项锻炼创新机的个保养运动，伊以腰带动创新，并动用了骨的肝、脾、肺、腿等部位机能。拳击每小时打拳每小时可以消耗800大卡的热量，那我们要需要带动我们全身的小肌肉群参与。可以雕塑把你的脂肪给消耗掉。我们打出的每一拳都还需要根据节奏轻重缓急一张一合结合，这样看起来会身体非常有张力，还可以学到一些自我防卫的一些技术，对吧？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可能哎，我可以选择我冷静一些啊，不至于说一慌然后让一些坏人得逞，就感觉是一技半身走江湖都不怕。对对对对 对，听到我热血澎湃，那下面您就带我去探索一下这项运动怎么去做，好吗？好嘞，走走。要保护下来，对，两双手肘部要保护住我们的内部，对，好，出拳的时候，哎，出拳，蹬地状况，放，对，放松，手一定要放松，像鞭子一样抽出来，对，扣一下手腕，对，手再拿好，对，好，收拳的时候记得用腰胯带动你的身体。空气的打斗可以起来破爆啦，上。带定无输强固，因为加量会根据参与者的需求，制定换装合理的重量，如空气操、灰色球法、灰色跳绳、游戏互动、能量量级等，再让人慢慢感受空气的魅力。作为打拳一个拳手呢，光会打拳还是不行。我们会进攻，还会学会躲闪，所以就说那个少挨打，还有打到别人同等重要，是吗？对对对对对。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哎，就躲得不够快，就很容易被打到。没错。那如果在拳台上的话，你这样已经被打到一拳了。对，就那挨上了一拳。对，已经挨上一拳了。空隙是一项用轻、冷、卡、牙、快、短、甲、毅力体的运动，对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和精神状况拢有非常高的要求，包括力、耐力、反应力等，缺一不可。谢谢。谢谢。日快到考验，登场就上擂台。好，那我们在实战之前，我们要各种装备，我们一定要
带齐，保护我们的拳手的一个安全。好，那比如说我们的拳套，还有我们的头箍、护头，还有我们的护齿，保护我们的牙齿。穿护补装之后，就是典型真正失落的时候了。好，来，双方注意，不许击打后脑，不许背过头给对手，啊，好，来，双方离开。好，来，准备开始，来，来，你主要进攻，你反手反击，他因为他是新学员，好，开始，来，拍一下手，这是礼仪。哎，今天打得不错，怎么样？我们的勇士，我觉得好累啊，好累是吧？就打一小段时间，我整个人都就非常累了。今天打得很好，哎呀，谢谢，对，今天我觉得很兴奋，打起来，我觉得今天体验完之后呢，整个人非常的沸腾，非常的燃，我也希望能够把这种热血跟激情在这新的一年能够保持下去，我们也希望2021年我们一起动起来。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直接传递，网约车为大家的出行提供了极大便利。但人们发现，老年人出门泊车却成了难题。近日，交通运输部就将直行轿车摆上议事厅，要求网约车平台六千多美女存在中投入试运营，让老年人更好分享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便利。自在有网约车平台公布的老年人出行习惯调查报告显示，近八成二的老人觉得出行难，其中超过43%的老人遇到过路边招手拍唔到车的情况，而遇到出行困难的时候，有近50%的老人甚至会放弃出门。现在老年人出行主要以公交、刷卡、支付现金为主。好在老人表示未用网约车，甚至有个老人爱去医院，却因为未网上叫车，出租车又拍唔到，最终只好呼叫急救车。这不但增加了出行成本，反倒在本就紧缺的医疗资源陷入错配。令人欣喜的是，各家层面上已经意识到这个弱点难点问题。交通运输部近日透露，将组织各平台公司重点优惠网约车、约车两件功能，增设方便老年人使用的直行叫车功能，争取从这种开通试运行，并开通电话约网约车服务。为老年人优先派单，这套举措拢是为了让老人的出行更便利。而对平台来讲，设老会改造不只是工业行为，也令外国潜在的用户市场。如今，好多平台企业的用户已经逐渐饱和，处于增长活络状态。目光不必只盯着年轻人，开发适应老年人的功能，争取更多老年人，也令带来可观的用户增量。需要强调的是，互联网服务的适老会改造不能只以方便出行，反而体现到医疗出行、日常网络等方面。近日，江新宝也宣布将进行为期一年的互联网应用适老会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着力改革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多使用互联网等智能技术时误交的困难，让老人真切感受到技术的人文关怀。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多谢你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再会。